真的是我不对，如果得罪了谁？这歌感觉现在唱这个气氛，怪那歌真的好听，而且我在那时候在台下，我真的是开心的手舞足蹈。就是你们在唱的时候，我在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旁边嘛，哇，真的很好听。那就行，我觉得这个那就行，也是我们的出发点嘛，我们也想做一首好听的音乐嘛。对，而且这个是改编赛，我觉得我们也最大意义的做到了一个改编嘛。嗯，对，挺好。气氛尴尬但不错吧，都得过且过。气氛尴尬，不如再来一轮 freestyle 好了。来啊 ，freestyle， 要 freestyle， 给你披上了被套，这个押韵是你昨晚押的，但是我根本不想要回家了，哎 ，freestyle， 我不在台前说，他想让我真一点，说一点真话，但是我真的生怕那些东西播出来会有影响，你的身价。抱歉，狗哥，没有没有，真的没关系，我是觉得赢，在我心里是赢。真的没有问题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我刚刚那个视频看起来油吗？不油不油。但是情歌这种很容易油。油倒是不油，但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帅的。咖喱学坏了。